诸位法师，各位居士菩萨，大家晚安，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华严十地修行这个主题的第三个单元第三周。在上个单元上周，我们主要谈的是所谓的解门因为华严的教理哲学，它的教理哲学非常的深广。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实修，怎么去实践？那我们就在第三个单元我们再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所以这次的单元名称叫菩萨十地修行我们上周有谈到华严的法界缘起，还有五教分判、一圣十玄、六相圆融。从教理的层面来看，华严宗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圆满圆顿的一种教理思想。但是呢，它在实际的修行上又可以按部就班，次第井然它要次第有次第，要圆顿也是有圆顿。所以呢，整个来讲，它是一个相当有系统的一个教理所以不管是总相的圆顿，还是别相的次第，这个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教理跟教门。那第三个单元，我们是偏向于行门的部分，上周是偏向于解门的解行需要并重。好，那我们就往下看第三个单元大致上我们分两个部分一起来做研讨。第一个部分十度与万行常常我们是讲六度万行那因为配合初地到十地所以六度就发展成十度，十度六加四增加了四个，所以是十度第二个部分我们举这个法界最繁忙的这位菩萨，叫普贤菩萨，来把他的愿行他有几个愿行？十大愿行，十大愿行，很有名的十大愿行那我们从华严的教理哲学，从他的解门来看实修的部分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普贤菩萨那个是怎么样去实践这种华严深广教理的一个很好的示范好，那我们看第一个部分，十度与万行首先十地，这个是一种次第的修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好像盖楼房，现在我们要盖十层楼的房子楼房如果我们房子要盖到十楼，请问我们怎么盖？我们要从哪里盖我们干脆从十楼就盖起来可以吗？不行，大家都摇头。为什么不行？因为呢没有基础实际的修行也是一样，它需要有基础。所以我们盖楼房也是从哪里？从一楼开始盖，再盖到二楼三楼，那盖到十楼就够吗这个十楼就是说我们把菩萨的修行它的这种过程或者它次第分为十个部分，这十个部分刚好可以配合十度十度，这个度就是波罗蜜，波罗蜜到彼岸我们怎么样度众生到彼岸，十度十波罗蜜，十地的修行十个位阶或者是十个次第或者十层楼。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地呢为什么我们不用十层修行十重修行，他用十地修行因为这个地有特别的意识，它有五个意识我们上周有介绍这个华严经的经述
就是陈坤大师的著作里面、哦、他有讲聚论诸地所行啊，诸地就是实地了哈，诸就是多的意思，略有五义，有五个意义。为什么要有实地？为什么要用地啊这个名字啊？他说，第一个，为别地各说一真，什么意思呢？啊，他个别个别的加起来有十个，但是呢，啊，他是怎么样？好像累进的增加的，就像我们盖楼房一样，啊，一楼盖完啊，再增加盖一层就是二楼，二楼盖好了再增加一层是三楼，一层一层盖上去啊，为别地各说一真，啊，它是逐一增加的啊，所以用这个地啊，用一共有十个。第二个，辨胜过，辨别哪一个啊比较怎么样超胜，哪一个比较殊胜。他怎么说呢？后后皆胜前前，啊，也是后面的啊，就比前面要这样，要超胜，后面的啊比前面哈 更为优越，啊，好，那后面的比较优越，我们就修后面的就好了，可以吗？也不行，啊，就好像我们想要盖到十楼，那我们不能只盖十楼，啊，后面当然啊所谓的比较的啊，胜过啊，殊胜，而且超越超过，那就是因为哈，一层一层盖上去，一地一地的走下去，它会累积前面的什么功德跟智慧啊，所以这边的殊胜超过哈，不是只有说比前面要好，也代表累积的前面的功德、前面的智慧，累积前面的修行啊。好，第三个。论其实行，地地俱修。哎，我们不是说要次第一楼一楼盖上去呢？啊，这里怎么会讲说，如果在实修啊，在实地的修行上，实际的修行，其实啊，每一地哈，啊，都怎样互相具足？哎，这个就是要回到我们上个礼拜谈华严的哲理思想。它的解门 很有趣、啊，像十地我们对照到十度或十波罗蜜的修行，看起来，啊，好像从初地修布施波罗蜜，然后呢第二地修什么持戒波罗蜜，好像一地只能修一度，一地只能修一种，那其实，啊，它也不是，啊，这样划分清楚，啊，其实在每一地他的十度同时他都要修的，但是有他的偏重，一开始，比如说一开始第一层楼，我们要修般若波罗蜜就比较困难，因为他到六地，那我们怎么样，我们从布施开始，布施他的道理没有那么困难，所以我们布施，来实修。但是布施当中会不会有般若波罗蜜？各位想想看，布施里面会不会有智慧？有呢，也要有智慧啊。虽然只有布施，但是它也会增长了什么？会增长般若智慧，也会增长什么精进，也会增长持戒，也会增长啊这个禅定，它都会互相影响的啊。所以论其实行，地地俱修。啊，这很特别，啊，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讲，其实华严的教理和他的修行的道理是很有系统的，啊，也就是怎么讲，它可以既圆顿又可以包含次第，它的次第中又有圆顿，啊，就像我刚才举例，啊，我们布施还是有智慧波罗蜜在里头，啊，第四个，正理平等，非多非一啊。虽然有十个次第，啊，但是入一门即入十门，非多非一啊，啊，那你修十门，看起来好像也是修一门，它是互摄互入，互相通的，啊，这个正理平等，非多非一。虽然它平等，但是我们还是要按部就班来，啊，好，第五个。曰圆融，
依据一切。那也就是出地啊，从因地修出地啊，它的果位圆盖实地。我们修第一度，修布施波罗蜜啊，圆盖啊持戒禅定啊精进智慧啊，所以依据一切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一个单元啊要花那么多时间跟大家来一起研讨这个华严的哲理思想啊。我们在这个次第当中有阶段，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那个阶段啊看得怎么样太死板。虽然每一个阶段的修行它各个不同，但是呢，它都互相增长，互相啊互补啊，哎，这个是一个啊非常精彩的教理跟修行啊。好，所以用这个地实地实地的修行，实地的菩萨修行啊，它有主要是三个阶段，有三个阶段，从初地啊到第六地啊，是什么？有相有功用行。啊，就像我们刚开始修行，我们都哈、啊、有一种意乐，有一种目标，啊，要赶快呢，赶快成就，赶快断烦恼，啊，有没有那种哈、啊、有相啊？我们刚开始布施哈、啊，也没有办法一向到一下就叫三轮体空。我们刚开始布施啊，还是希望说啊，我们布施啊，给众生哈、啊，然后众生有回馈，难免一开始都会有。啊，这样的一种心理。那初地到六地的菩萨哈、啊，那他是属于有相有功用行啊，有相就是这个修行啊，他还没有办法到怎么样完全啊，没有著作，完全没有分别，完全平等。好，刚开始还没有办法，所以是有相。但是努力在这个智慧还有福德上的这个修行啊，然后呢要怎样有功用，就是要加功用行，就是要用点力加把劲，要努力的意思啊，要努力修行啊。好，到了第六地到第八地哈、哦、当中有一地叫做第七地啊，它有一个转折。第七跟第八地是实地修行很重要的转折点跟转捩点。像第七地开始变成什么无相有功用行，这些从布施也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这些修行它开始都是真正做到空无相无愿，好，从这个相的执着，从这个分别心中得到解脱，所谓的三种解脱啊，就可以做到无相。但是呢，还是要加功用行。为什么要加功用行啊？因为哈 啊我们众生哈、啊、这种修行的力度，还有对这个方法上的熟练啊，还不足够。啊，所以呢，一直要学习，一直要努力，一直要提醒。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有固定的排自己的功课，啊，那今天啊，今天比较累，哈、啊，我们今天算了，明天再来。哈、啊，今天有病痛，啊，算了，啊，明天再开始，啊，所以他就是稍稍会有一点勉强，没有办法哈、啊，很。顺其自然，因为对方法还不够熟练。到了第八地以后，它不但是无相，而且是无功用行。无功用行不代表说它不精进不努力，而是对它来讲啊，这一些精进用功来讲，它是一种很自然而自在的状态，叫做任运自然啊，任运自然。所以八地的菩萨他就不太容易会怎样退转啊，因为他是很自然而然的，啊，他要做布施，他不会哈、啊，还想说，啊，今天算了，今天天气不好，我们不要去布施，啊、今天情绪不好，哈、啊，我们呢不要禅定，他不会啊，
他已经到了无相无功用行、啊、大致上就是分这三个阶段。好，那这个三个阶段我们再往下、啊、一一的来看整个菩萨的修行、啊、如果按照他的阶段，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50到52个位阶。今天研讨的重点、啊、主要是在实地、啊、如果我们看这个投影片、啊、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一部分，从初地开始，二地、三地、四地，然后到实地、啊、我们今天探讨的主要是菩萨的这个实地修行。在这个实地以前、啊、也要修行，它是属于资粮位、加行位跟通达位。那要学习的是什么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好，我们在第一个单元啊里面有介绍。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圆满了就是属于资粮位，也就是我们修行具备有足够的啊资粮。像我们就要去旅行，是不是要准备啊有吃的东西，以免在半路上、半道上饿肚子，所以怎么样？好，资粮位，有这个资粮，我们才可以啊走得更远。资粮位下面就是所谓的加行位，加工用行啊。然后再来到了初地，刚进入初地啊，那个地方叫通达位，有时候我们又称为见道位啊。所以各位要明心见性啊。那一刹那就是从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样子啊进入这个见道位啊，有时候称为通达位，就是初地的入心啊。那时候有一个什么状态？一进入这个见道位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法喜啊，所以我们初地叫欢喜地，欢喜地。好，那就已经怎么样见性了啊。那见性以后，欢喜了以后，就结束了吗？高兴过了就算了吗？不是，开始要怎么样？开始要修行，开始要修行。啊，像我们禅宗，我们开悟了以后，见性了以后，要怎么办？啊，见性还没有真正圆满究竟成就，见性了以后，啊，这样开始修行，就开悟了以后开始修行。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悟后起修，这时候就进入了什么休息位。好，那这时候就是从初地的住心啊到初心。我们的实地里面每一地都有三心，刚进入的时候进入啊叫入心。好，那安住在这个地啊，这个地的相，修行的相里面修行。叫做住行，先进来，然后安住在当中修行。好，安住在当中修行以后，圆满的时候，记得还要怎样？要出。这个出啊，是往什么样更高的一地迈进。啊，一楼盖完了哈，一楼盖完了，还要再往二楼盖完。我们爬楼梯一样哈，啊，一楼啊，爬到二楼啊，二楼。啊，还要再爬到三楼，一楼一楼哈、啊，所以每一地都有入住出，从初地的啊第二心叫住心啊，一直到什么第十地的初心啊，这叫做休息位啊。好，那最后十地再上去等觉妙觉，就是佛位，这才是究竟圆满的究竟位啊，这就是成佛了。啊，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好，那我们看这一个图表上面啊，有三个什么阿僧祇，有没有看到？啊，那个就是表示修行的劫量，它的时间的长度。初阿僧祇就是说要第一个阿僧祇劫的时量时间，二阿僧祇劫是第二个阿僧祇劫，啊，第三个。阿僧祇劫，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修行要多久的时间，
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啊，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对应出来的啊。那我们上次有跟各位报告过啊，那有的经论觉得还不止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还有讲七大阿僧祇劫，龙树菩萨啊，他还引用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因地的时候无量阿僧祇劫啊，来度化众生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哦，看起来最短要多久？三大阿僧祇劫到成佛啊。那我们也不要觉得要很久了哈，说不定各位已经在第三阿僧祇劫马上就要成就了，好，所以不要放弃，不要走到觉得哇这么久，不要走到什么时候啊？那我们也跟各位分享过，其实也不是在劫量的长度，也不是在时间的长度啊。我们看这个所谓的修行位阶啊，它真正的哈、啊、是一个减法的法则。我们看起来好像在爬楼梯，一直在哈、啊、加法啊，从啊。初地加到二地，二地加到三地，事实上整个修行哦，恰恰好是减法，是怎么样？减什么？啊，减我们的，没错，减我们的烦恼，减我们的执着。啊，标准版减烦恼执着，好不好？好不好减？容不容易？不太容易，所以这么长的劫量。啊，但是有些众生，有些根器。他可以很快的、啊、体会到、啊、这些智慧，他很快的就可以断烦恼断执着、啊、那也不受这个限制、啊、所以不要看到这一个图表就被吓到了、啊、就这样不敢修菩萨道这么久、啊啊、那千万不要担心、啊、其实你只要愿意、啊、把我们的烦恼执着、啊、真正的把它这样放下。那我们上周也讨论过放下这个问题，好，容不容易放下？也不容易。那怎么办？前面还有一个过程叫做看破，把它看破，我们才放得下。好，那怎么看破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个十地的修行，好，帮助我们一地哈一地，一步一步这样把它看破。看破的当下又同时放下啊，好，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十地的修行要点啊，从初地啊，它的地名为什么叫欢喜地，我们后面会解释啊。那第二地离垢地，第三地发光地，前面这个三个步骤或三地是共世间的善法，共五圣，五圣就是从、啊、天圣、人圣、啊、然后呢声闻缘觉菩萨、啊、这样一起算、啊、一般我们讲那个三圣、啊、声闻缘觉菩萨，然后再加上、世间的天跟人五圣、啊、他们要修的方法是从布施、持戒、禅定、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十度或十波罗蜜的前三个。那我们在大圣的四摄法里面，欢喜地主要是布施跟爱语，离垢地第二地主要是爱语、啊、口出妙善言，用和善的言语、啊、然后第三地以后开始要修利行，利他人之行、啊、也就是利益别人、啊、好，那可以断、啊、一生性障，可以断邪行障，可以断暗顿障啊，即圣是人圣，还有天圣啊。到了第三地啊，它是禅定波罗蜜啊，所以它是忍辱波罗蜜啊，但是它有四禅、四空定，还有四无量心、五神通的学习啊，所以它可以即圣、色界跟无色界啊。好，这个表格哈、啊，我们上周哈、啊、也有看过、啊、所以我们比较快速的、啊、再把它回顾一下、啊、回顾完了以后我们再单独就每一地、啊、我们好好来、啊、去深入了解。
四五六啊，这三地，宴会地、南圣地跟现前地啊，这个是共一圣出世间的出世间的善法。他们修行的方法主要是第四地有37道品，第五地观四圣地，第六地观12缘起啊。他们的十度分别修精进、禅定、般若。修行的方法我们待会会详细的来说明啊。在大圣的四摄法到了第四地要能够同事，也就能够同理众生或者是跟众生能够呢可以共同在一起，共同的分享，共同的分担第五地以后，这个四摄要同时具足，就不用分开了好，那里面也有它的断障跟寄生好，最后的四地，从第七地远行地，第八地不动第九善会，第十法云地。那这边就是所谓的大圣不共不共法是出世间的上三圣这个是唯有所谓的大圣不共这是唯有佛圣才能够得到的这一种善法。他修行的方法有方便还有成就众生的愿力，还有四种无碍智，还有最后的佛的一切种智十度里面有方便、愿力、智这四种四种波罗蜜。四摄法也是四摄并具它的断障分别细相现行无相中加持行障，利他行不欲行障最后能够得大自在未得自在，这时候还是障碍。到了最后法云地的时候就对这个一切智没有障碍。寄圣第七地是菩萨圣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七到第八地这是一个关键或者转类的地方。到了第八地以后一圣我们看到一圣我们就把它转换成叫做唯一佛圣就是佛圣就是成佛修行的方便，成佛修行的方法。好，刚才那个总表我们很快的再把它回顾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逐一逐一的看初地。初地的菩萨他可以断除什么身见结、戒禁取结、疑结，在我们佛教的名相，这叫做三个嘛，三种结它叫三结。为什么要这个结我们把绳子打一个结，如果这个绳子把它结得很紧，绑得很紧，就不容易打开。好，那这个结在代表我们的什么？我们众生的有一种很难打开的东西，叫做什么？无明跟烦恼。那有什么无明跟烦恼？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叫身见结，身就是执着我们这个个体的存在，也就是那种执着我们这个自我包括我们自我的自我的五蕴，五蕴的身心叫做身见结。第二个是观念上的戒禁取结，它有一些宗教或者有一些外道他们也懂得修行，但是呢他们的修行方法往往怎样？不正确，走偏了他是可以持戒那他也懂得禅定，但是呢没有把最终的目标放在怎么样断烦恼得解脱所以也很努力，也很精进的修行，但是修了个半天就是人天的果报人天果报我们都知道还在什么三界六道里面等到这些福报尽了，又在生死轮回，就不彻底不彻底所以叫做戒禁取戒也就是有一些懂得持戒，但是方法错误像在印度
当时的六师外道啊，很多持很特别的戒，像牛戒没有错啊，牛戒啊，牛戒怎么持啊？因为六师外道看到牛升天了，就学牛。牛有什么特别？牛吃草，啊、就学着吃草啊。还有鸡戒啊，如果啊各位到印度朝圣啊，那有一些啊像瓦拉纳西啦哈、啊、这些很多宗教修行人士聚集的地方，说不定可以看到还有人在持鸡戒。持鸡戒有什么特征啊？金鸡怎样？独立，金鸡独立啊。我们在瑜伽好像也有那个招式，有没有啊？啊，用一只脚站立啊。那我们在练瑜伽那个招式，大家可以站多久啊？不会站很久吧哈、啊？那啊，人家可以站好几天啊，那是他们持戒的修行啊。啊，那还有一种狗戒，狗戒。刚才牛吃草，那狗吃什么？狗改不了什么啊？啊，那就是有种种奇奇怪怪的那个这些持戒，也有种种奇奇怪怪的这种禅定啊。但是呢，佛陀啊，其实他以前跟六师外道也学习很深的禅定，出了定以后发现怎样？啊，不得解脱，啊，最后他体悟到，只有什么可以断烦恼得解脱，就是智慧，智慧。所以，我们佛教的啊持戒啊，跟其他宗教或者外道的持戒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啊。佛教的持戒是为了要增上禅定，是为了要增上禅定。啊，佛教的禅定是为了要增上智慧。智慧啊，也不是失之聪辩，是为了要用智慧断烦恼得解脱啊。那最后能够证解脱之见，所以前面三个持戒、禅定、智慧叫做三无漏学。这三个啊，在佛教是要一起学的啊，我们千万不要只学一个片段啊，因为它是互相增上，而且是互为一体的啊。好。那这个是戒禁取戒，另外还有一种是疑戒，怀疑，怀疑什么？怀疑我们自己，怀疑啊法，怀疑佛法，还有怀疑善知识，怀疑自己能不能修行，怀疑这个佛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啊断烦恼入涅槃，然后怀疑啊我们的老师善知识啊能不能啊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啊能够得到解脱，啊，这是三个很重要的无明烦恼，哈。到了初地的菩萨，这个三个怎样？三个打结，这三个绳结解开了，啊，那解开了怎么样？哇，是不是非常的轻松跟愉快？所以他不会再执着恐怖颠倒梦想啊，然后他会乐于布施。乐于助人啊，能够绍容佛法，能够弘法度生哈、啊，那这样了，已经开始分证佛陀的法身，跟这个菩提啊，跟这个觉性已经啊相应，表现出什么？欢喜这样，踊跃啊，欢喜还再加一个踊跃，啊，我们很高兴叫欢喜，对不对啊？那欢喜到什么？踊跃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看到旁边踊跃两个字都有一个足部，高兴到怎样会跳起来，欢喜踊跃、啊、如果大家的法喜到那个、啊、已经会高兴到跳起来的时候、欸、大概就已经进入了初地、啊、就是欢喜地，欢喜地、啊啊、那进入了初地以后，他就舍离了异生性，异生就是异地而生啊，这个是很文雅的名词，讲的比较啊通俗一点，就是这样六道轮回啊，异生异地而生，六道轮回，我们下辈子可能变啊六道的哪一道，一直在变化啊，异地而生，异生性啊，那所以舍离异生性是怎么样？就是离开三界六道，就是正果得解脱，
啊，那个具证人法二空啊，能利益自他而生大欢喜啊，大欢喜哈、啊。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怎么说哈、啊？菩萨住欢喜地，成就多欢喜、多尽兴、多爱乐、多事悦、多心清、多勇耀、多勇猛、多无斗争、多无恼害、多无嗔恨啊。我刚才念了很多多有没有？好，那这个哈，其实算一算应该有十个啊。我们的《华严经》很喜欢用十个来解释。那这十个的第一个，往往就是我们上周谈到这个六相圆融里面的总相。好，整体啊，所以呢，菩萨住欢喜地，成就多欢喜。那后面的其他的九个是别相，就是来解释什么叫很多欢喜啊。好，很多欢喜，很多欢喜就是有很多清净的信心呢、啊。好，也很多这个喜乐，很多事悦，很多的愉悦，好，很多的心庆。各位有没有觉得学佛有很多的心庆，很幸运，是不是啊？因为人生难得这样，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是不是哈、啊？很值得我们的庆幸啊！然后呢，值得高兴，高兴到晚上睡觉躲在棉被里都会偷笑，哈、啊！然后高兴到一想到哈、啊，两只脚就赶快要跳起来了，哈、啊，都欢喜。而且啊，会很勇猛哈，像啊，那个我们初学佛哦，都有这个力道，非常的勇猛哈、啊。然后无斗争、无恼害、无嗔恨，住初地时，一切物无所吝惜，求佛大士，修行大舍，什么都很舍得啊。所以一开始就修布施啊，凡事所有一切能施啊，这个是欢喜地的相貌。再来啊，这是啊，我们不能高兴完就算了，要有后续的修行嘛，哈、啊，不能只到一楼哈、啊，就不想上到，不愿意哦，更上一层楼，这样不行，所以要进到啊二地啊，二地叫做离垢地，离垢地，顾名思义，离开什么？离开尘垢，尘垢就是指的我们的烦恼执着啊。这些污垢我们要离开啊，所以二地的菩萨啊，他要修行什么？十种善业，十种善业啊，也就是啊十条善戒，里面大概分身口意三个部分。身业有三个，是什么？杀不杀，然后不盗，还有啊不淫。出家法师是不淫，在家居士不邪淫，啊，口业有四个，什么不妄语，啊，还有嘞，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啊，有四项。然后意业有三项，不贪，还有嘞，不嗔，还有不痴，啊，身口意三业哈，哎，各位，我们探讨一下，好、啊，哪一种哦、啊、最难？或者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哪一种哦最容易犯？哎，口业哈、哦，哎，大家有共识哈、哦，因为身业还要很多条件，对不对？啊，你可能还有方法工具啊。那口业哈、哦，嘴巴就长在我们的脸上，我们只要一张口哈、哦，一说出来，这样覆水难收，收不回来了，收不回来啊。哦，那一共有十个善业啊，这十个善业哈啊，我们能够好好的去修学啊，就可以得到三业的清净，就身口意三业啊，就能够广行慈悲、劳逸有情。这个是我们菩萨道的基础。为什么一开始先布施啊，给大家这样，给这些众生啊，给他利益？那
再来就是要开始要持戒十三戒啊。那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在度众生？为什么一开始在持戒啊？因为呢，这个持戒就是行善法，也就是不会伤害众生啊。那你要度众生，然后常常会伤害众生，众生敢不敢给我们度啊？看到我们跑得比谁都还要快，不敢给我们度啊。所以要持戒，要修行十善。那菩萨到这个第二地，他就圆具境界，远离这个烦恼垢，所以叫做离垢地啊，离垢地。好，在华严经里面讲啊，要离垢要有十个执心，十种执心，十种正直的心，正直的心啊。好，那后面应该还有九个，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正直。哦，这个人有没有正直？好，那我们要看后面九个。这个正直要包含什么？要能够柔软哦，啊，要能够堪能啊，好，要有那个忍耐，要有耐心的意思啊，还要调伏啊，要先调伏自己的烦恼啊。我们要度众生的烦恼，结果自己的烦恼比众生还多，那就很难调伏啊。还要极静。啊，要能够耐得住性子，要能够安于极静，啊，要纯善，啊，要不杂，要无故念，啊，而且要广大，啊，广大，啊，慢慢培养这种，啊，慈悲心，啊，需要广大，啊，广大。菩萨以此十心，啊，得入第二地，叫离垢地。菩萨住离垢地，性智远离一切杀生。啊，不蓄刀杖，不怀怨恨，有惭有愧，哈，人数具足，要能够仁爱宽恕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础。我们把这个建立起来了，啊，要度众生就很自然了，啊，好，这是第二地啊，离垢地，好，第三地啊，发光地，发光地，哎，为什么这一地会发光？啊，发光发热。啊，为什么？因为啊，在第三地啊，要开始精修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以后啊，会获得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再进一步啊，还可以修五种神通，四无量心五种神通啊。那整个圣格升华啊，心地一片光明啊。会发无边的妙慧光，所以叫做发光地，啊，金光闪闪，啊，金光闪闪，啊，像那个布袋戏，每次那个重要的角色出来一样，啊，金光怎样，闪闪啊怎样，水气千条了，哈，啊，第三地的菩萨，啊，第三地的菩萨，好，第三地的菩萨要修。十种清净，所以我们要发光，要光明啊，是怎么来的啊？就跟那个灯光一样啊，要有清净。我们以前谈过，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有法性，犹如摩尼宝珠啊。那个摩尼宝珠为什么会发光发亮？就是因为它很清净，晶莹剔透。剔透它就会发光发亮啊，所以呢要清净。那我们众生就是同样有摩尼宝珠，但是呢我们的外层外围很多泥垢污泥一层一层包覆着，就看不到清净，就看不到光明啊。所以为什么说修行其实是减法啊？我们只要把这个这污垢一层一层把它剥掉，哎，它里面的清净看到了啊，就成就了，所以很简单嘛，修行很容易，互相鼓励。那第三地要修十种的清净，什么叫做清净心？那我们就往后面看，应该还有九个，就是来解释什么叫做清净。要能够安住，要能够厌舍离贪，不退，这边的不退就是不退转，特别是呢不退转
我们要度众生的这种意愿啊，不要说哎，度众生啊，试了一下，弹回来，哎呦，这么痛，这么辛苦，不要了，不玩了，那就退转了啊，要不退，要坚固，要明胜，要勇猛啊。然后他一再都有所谓的广跟大，要深广啊，我们心量要大，格局要广，要广大啊，广大。菩萨已是实心入第三地，无有恭敬而不能行，无有骄慢而不能舍，无有尘事而不能做，无有勤苦而不能受。好，这四句多漂亮，对不对？哈，我们可以把它剪贴下来，当作我们的座右铭。哈，这是菩萨三地菩萨的哈。若闻一句未成闻法，生大欢喜，甚得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珍宝。哦，听到一句佛法没有听过的，哇，这时候那个高兴的啊，相当于啊给你三千大千世界啊，很多的宝藏啊都给你，也不能换了啊。好，发光地，第四地，它的名称叫做焰会地。焰是什么？火焰。焰会啊，那个智慧什么像火焰？智慧干嘛要像火焰？要烧什么东西？各位猜猜看啊。是的啊，这个智慧的火焰要把烦恼烧掉啊，烧掉啊。所以啊，叫做烧烦恼心真智慧焰，把烦恼当柴啊烧掉啊，烧掉还可以帮助我们呢、啊、增长智慧啊啊。好，这叫做焰会地。为什么呢会有这些智慧？因为要修习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啊，或者叫三十七菩提分。菩提分，菩提就是觉悟，觉悟的智慧啊，有这个觉悟的智慧，哎，我们就可以了把烦恼烧尽啊，叫焰会啊。他在修习道及住道分啊，住道分有三十七种。如是得润泽心、柔软心啊等等啊，然后呢，可以得到不修习精进啊，可以得到十种精进啊。好，那这十种精进的第一个叫做不修习精进啊。很多菩萨们看到啊这种精进啊，都这样很害怕啊，他们就问法师：所谓的精进就是不能休息哦啊。我说对，跟 7-11 是一样的，一听以后更紧张啊。那所谓的不休息是什么意思？就后面的解释啊，所谓的不休息就是说不要杂染啊，不要退转，也就是我们的度众生的意愿、大圣的意愿啊，没有变化，没有退转啊，是很纯粹的啊。这个叫做不休息清净啊。这个不休息不是字面上的解读说，哎，不准休息才叫精进啊，那我们就开始休息24小时哦，拼命的修行，不愿意停下来，好，这样子保证啊，很快就倒下。所以我们把它认识清楚啊，总相后面的别相要把它看清楚啊。好，三十七菩提分啊，首先第一项叫做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啊，所以我们叫观身怎么样不净啊，观受是什么苦，观心怎样无常，观法无我啊。那也就是说啊，对我们的身心还有外境，我们用什么正念时时去觉照，彻见彻知无常无我，这样你就会得到空性的智慧啊，这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四种正勤，我们刚才讲精进有没有？不休息精进，正确的精进啊，那个不休息啊，我们讲过是不退转啊，是啊，不杂染，不退转。那什么样是正确的精进？叫正勤，四种，令已生恶已断。啊，已经升起了烦恼啦、恶业啦，哈，还不要让它存在啊！不能，千万不能让它存在，所以把它断除。啊，
好，那还没有升起的恶业或烦恼，要不要让它升起？哦，当然不能让它升起啊，令不生。好，这是恶业部分。那善业呢？未生善要怎么样？要赶快让它升起。啊，已生善怎么办？那很好啊，赶快让它怎样更为增长。啊，这叫做啊四种正确的精进。啊，所以精进不是在于说啊你24小时的拼斗，不是这样子。啊，而且啊在善恶，在善的增长，在恶的断除，这就叫精进。啊，好。第三个叫四如意足，或叫四神足，啊，欲如意足，他的意乐可以得到啊满足，精进可以得到如意足啊，或叫神足，因为这种意乐精进，还有这个正念啊，第三个是念如意足，第四个是思维力啊，他们可以让我们得到啊得到神通力啊，所以叫四神足，四如意足啊，好。第四个跟第五个是一对，五根五力，五根五力啊，信，信根，信心，精进，念又出现了啊，定啊，禅定，慧，智慧。好，有没有看到中间啊？最中间的那一组，那一个啊，五根的最中间叫念根啊，所以正念在这里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你看哦。啊，我们四念住就是念，对不对？啊，是正勤，怎么可以做到令恶永断、令善生长？还是要正念的基础。好，然后呢，四如意足有念如意足正念，啊，它都一直在很中间核心的地位。五根可以发展出五种力量或利用，啊，破恶成善的力量。信根信心可以有信仰的信心的力量，精进有精进的力量。啊，正念有正念的力量啊，然后禅定也有利用力量，智慧一样啊，所以五根跟五力是一对的，成对的。好，再来七觉分，觉就觉悟啊，觉悟或叫七觉之七种觉悟的方法。好，首先要觉法啊，我们要能够判断是非善恶，判断真的假的，要择法啊。这是基础的第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学佛不是说平等，哦，结果我们变成是非不分，不是这样，是我们非常清楚是非，但是呢我们不用去参与它，不参与是非，啊，所以明辨是非，不参与是非，啊，第二个又跑出精进了，啊，精进觉分，啊，第三个喜，啊，心得欢喜，第四个除，啊，断除烦恼，舍啊，舍离所见念着啊。第六个啊，也是禅定啊。第七个啊，也是正念啊。所以这37个里面有很多是重复的，那他们都是哈，啊，互相可以互补，互相可以增长。那这七个一组，主要是让我们能够觉悟。第七个部分叫八正道，一共有八个啊。正见、正思维、正语啊、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所以正念啊一直在这37菩提分啊，一直扮演一个很啊居中核心啊的一个角色啊，所以37菩提分，你看四念处啊，四正勤、四如意、四啊，这就是十二个，五根五力10个，所以是多少？22个。然后呢，7+8=15，啊，22再加15多少？37啊，简单记就是444-5578，这组数字不错。待会下课以后赶快去签一下，千万不要签，保证不会得奖。好，好，那我们先介绍到第四地啊，37菩提分。第五地它的名称啊叫难胜地，我们看到有一个困难的难，难能可贵，困难，而且呢殊胜，难胜啊，难胜。五地的菩萨哈啊，在这里就圆满了禅定的学习，
所以五谛啊，它的波罗蜜重点在禅定波罗蜜。那我们回想一下，哎，在菩萨在三谛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修啊所谓的四禅、四空定啊、四无量心、五神通啊？没有错啊，所以在三谛的时候已经开始修那个禅定了。到了五谛啊，它是圆满。圆满禅定波罗蜜，而且他的禅定开始啊，在真上智慧了。下一谛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智波罗蜜啊，那是啊般若圆满。但五谛修的禅波罗蜜啊，他开始要观察跟证悟实际的谛理，谛理啊，这个谛就是真谛的谛。啊，就是了解这种真相真理。我们为什么可以了解这个真相？是因为要有智慧啊，所以这个禅定已经在开始什么真上智慧了。离诸细论啊，然后他开始证悟空有不二啊，他的境界哈、啊、已经开始就超过这种声闻缘觉啊，因为声闻缘觉他们的目标啊是什么？是要了生死入涅槃。生死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无明烦恼，所以在六道轮回、六道生死啊，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要赶快呢啊，赶快要离开它。离开了以后要去哪里啊？赶快到极尽涅槃，赶快解脱。所以生死跟涅槃啊，它是一个对立的两个观念，离开一个进入一个，所以是离生死啊，然后入涅槃。五谛的菩萨啊，因为他已经智慧啊，已经开始通达空有不二。我们不要把生死跟涅槃这两个看得那么对立，也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的实在啊。那所以他就可以做到什么？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他对这个哈、哦，不把它当作那么实在，也不会去执着啊，什么样是生死，什么是涅槃。当然他知道有生死有涅槃，但是啊，他慢慢就会做到哈、啊，生死即涅槃，而且在啊这个三界六道这个生死轮回里面来度化众生啊，这个是已经超过二圣声闻缘觉啊，在菩萨的五谛，所以为什么叫做难圣？很难得，而且很殊胜。但是也很困难，好，好，所以这个是极难达到的位阶，难圣谛。菩萨到这个五谛啊，可以真正做到真熟二谛。真熟二谛就是真谛、圣义谛、熟谛、世俗谛，这两个互相的融合贯通啊。所以我们在那个晚课八十八佛的那个祈愿文里面，有没有一句话？叫做二谛融通，怎么样？三昧印，三昧印啊，那大概就是这个五谛菩萨的这种境界。好，好，那怎么样去把它实作出来、实践出来啊？所谓的二谛融通，怎么去实践啊？那我们就要看经文，在《华严经》的经文是这么说哈：此菩萨随众生心乐，令欢喜故啊，为了要让众生。啊，能够欢喜，为了要让众生啊能够离烦恼得解脱啊，所以要怎样知熟谛，要了解世俗谛，了解啊世间的一些方法，世间的善法。除了了解世俗谛，还要通达一时相，出世间的道理也要了解啊。这出世间的道理叫做第一义，或叫圣义。或叫真谛，通通要了解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佛法不离世间觉。”注意哦，是世间觉哦，不是不离世间法，是世间啊里面世间有世间的真理，叫做世俗谛啊。那世间也有啊世间的烦恼啊，那个不是世俗谛啊，我们是要世间的真理这个部分。那包括要学习利益众生的世间方法
啊，所以有没有看到啊？下面有一句叫做“世间记忆弥不该洗”。如果对声闻缘觉二生来讲啊，最好啊赶快离开世间，不要接触世间啊，那个很容易怎样啊，造成啊我们的这个烦恼。那赶快离世间，赶快得解脱。但是五地的菩萨啊，世间记忆弥不该洗啊，就是世间的这种方法啦、技巧啦，通通要学呢。那你说难不难？还真难。好，两种难，观念心态上的难，还要学这个哈，也不简单。好，所以这个大圣的法师们，菩萨道的法师们，好，就十八般武艺，通通要学。包括什么？又善方药治疗诸病，啊，这叫做医方名，因为医疗可以帮助众生哈，解除病痛，啊，然后文笔赞咏，啊，歌舞伎乐，啊，这是什么声名，啊，戏笑谈说西善其事，啊，还有包括工巧名等等，啊，身相修旧，啊，闲善观察，啊，还有包括音名内名等等，所以加起来总共是五名之学，啊，这个都要学。我们本身啊，在佛弟子本身应该要具足的就是内名，这个内名是出世间的智慧，就是圣义地。除了内名以外，还有其他还有什么？一方名、工巧名、音名、声名啊，这些属于世间的记忆也要学，学的又广。学的又多啊，为什么要学这个？会不会杂乱掉啊？学这个就是为了要能够利益跟度化众生啊，这是一种方便啊。所以，哎，第五地的菩萨啊，开始能够空有不二，二地融通啊，这是非常啊困难，也非常殊胜难胜地哈。第六，现前地，我们看这个。第六地的名称现前地啊，哎，我们众生常常是什么现前？有一句话叫烦恼现前和无明现前哈，啊。那第六地菩萨是什么现前？大家猜猜看啊，就是般若智慧现前，所以他学习的是般若波罗蜜啊，圆满了般若智慧啊，那真实的佛法啊，就是世间的真理真相。开始出现了，这叫现前。在华严经里面讲哈，此菩萨复作思念，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来于此分别言说哈，十二有知皆依一心。好，这段经文就在讲第六地的菩萨。他要学习的重点跟方法是什么呢？这是观察十二有知。十二有知啊，换另外一个名称，大家一定很熟悉，叫十二缘起，或叫十二因缘，这个大家非常熟。十二缘起不只是大圣菩萨道要学啊，在声闻缘觉也要学，但是呢，在菩萨道的十二有知的观察里面啊。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啊，用一心来统摄啊十二因缘，怎么说呢？啊，好，我们看这一个十二有知啊，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一直到生老死，生老死啊，十二因缘分哈，啊，过去二因，现在无果，现在三因，未来二果啊。好，如果我们来条列哈，我们比较没有那个感觉。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啊循环图，把它画成一个圆，比较有感觉。为什么？因为这十二个哈，不是从头发生到老死就结束，好，没那么好的事。好，它有一个坏消息，生老死没结束，再回过来又什么无名行事名色。好，那每一期我们可以看作一个生命的循环。那不只是我们这一个啊，这一生，甚至他每一个很短的刹那，
这十二个一直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佛教啊谈的轮回，讲的是什么轮回？啊，我们不是灵魂的轮回，我们讲的是什么？惑业苦，我们讲的是十二因缘的轮回。十二因缘，我们把它简化，它有十二个。如果我们把它简化，啊，它就是三个：惑、无明、疑惑，啊，这烦恼惑。然后呢，有了烦恼、无明、有惑以后，这样会这样造业。特别是恶业的部分，有造恶业就会受苦，所以恶有苦报。啊，受苦完了就结束了吗？啊，坏消息又来了。受苦了以后增长无明，增长烦恼，那接着又在起惑造业受苦，受苦再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生生死死。啊，非常的苦，啊，这就是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的流转门，生死流转，怎么办？啊，怎么解决？怎么解脱？啊，就是要断除这个恶性循环，这个惑业苦的恶性循环，十二因缘的恶性循环，把它切断。切断了以后，啊，怎么样？就不会起业造业受苦，就解脱了，就从苦解脱出来。好，解脱出来的这一个逆转十二因缘叫做还灭门，啊，这个是我们三圣的共法，三圣共法，啊，好，惑业苦。那请问各位哈，啊，我们从右边这个图，就是啊第一组无明惑行是业，然后呢是名色六入触受是苦，啊，这是。啊，从过去的因果到现在的啊惑业苦一组，啊，再来啊现在的无明啊也会造业，造成未来的苦，啊，所以它两组的惑业苦哈，啊，化成这个圆形图，它的首尾相接，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一种轮回。啊，惑业苦，请问各位要怎么样把它切断，或者换一个方法问，就是说惑业苦哪一个比较好解决？啊，其实有点因人而异啦，因人而异啊。我们不要有烦恼，啊，不要烦恼，就怎样不会造业嘛？啊，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嘛？啊，其实惑业苦你任何一点都可以切断，啊，但是已经在受苦的比较难处理、难解决啊，所以有所谓吃苦了苦之说，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啊，要光吃苦可以了苦，事实上很困难。假如做得到，啊，那就好办了。我们去菜市场买很多苦瓜，拼命吃，就了苦了嘛。但是事实上做得到吗？不行啊！啊，所以从苦下手，它已经是果报了，很困难。好，那我们就从因地。好，因地最好就是彻底没有烦恼。没有疑惑，没有无明，但是好不好做也很难呢，哦。你起贪的时候，你说我不要有贪的烦恼现行，有没有可能？我生气的时候，起嗔的时候，我不要生气，做得到吗？有些做得到，有些也做不到，哦。好，那怎么办？剩下那个业很重要，哦，那个业很重要，哦，那就是说烦恼现行也没关系，那我们能不能做到不造业？特别不造恶业，啊，那我们至少还可以免于受苦报，还是有机会，啊，从这个生死十二因缘的，啊，这种流转里面，生死流转里面跳脱出来，解脱出来，啊，好，那有烦恼不造业，啊，相对比较容易，但是怎么做得到，啊，那就是要靠我们的修行，啊，那就是我们要从初地、二地、三地一路修下来，啊，那为什么我们在六地的菩萨，啊，里面，啊，三界为是一心，十二有之为是一心，也就是说，啊，你要烦恼现行，要不造业，要靠什么？靠我们的心念。靠什么心念？靠一种觉性的正念。好，我们刚才看那个
第四地 修行这个三十七道品有一个很重要，我有在强调，就是有一个正念。所以一样要从惑业苦解脱出来，也要靠这种心念啊，正念。能不能观察到我们现在烦恼现行了？如果观察到，我们就有机会不要让它造业，否则它是一个连锁反应，烦恼现行马上就造业。这是我们众生啊，这个百千万劫以来的一种习惯性，非常快速的啊，瞬间啊就完成了。所以你想不造业，但是它随着我们的习惯性啊，自然而然就造业，那已经是好一种反射动作了。所以要有那个正念力，好，正念力啊，我们才有可能解脱出来。好，所以啊，我们这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华严经》讲十二有智皆依一心，这个心念很重要啊。心念让我们觉性不造业，心念可以让我们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解脱什么啊？主要有三种解脱，所谓的三解脱门。好，首先第一项叫空解脱。好，空解脱就是不会执着啊，我们这个身见，不会执着我们个体，不会执着哈我们这个存在啊，空解脱。再来就是无相解脱。啊，无相包括什么？我们的外形、外貌，包括我们的思想、观念，啊，这些解脱出来，啊，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金刚经》所说的，我相是什么？就执着自我嘛。人相是什么？执着有别人嘛。我相跟人相，啊，合在一起就是什么？有人我的分别嘛，你是你，我是我嘛，啊，我当然要对我自己好一点，对别人不一定要那么好嘛，啊，就分别了，啊，就不平等了，啊，这我相、人相，还有什么众生相、受者相，众生相哈，啊，我们讲说华严强调的这个，一真法界，虽然一真法界里面有十类众生呐，啊，那这个众生相哈。啊，一般就是指着六道的凡夫啊，六种凡夫众生嘛，众生就是什么特征啊，生死流转啊，那还有四种圣贤，哎，他们什么特征？他们没有生死阶段，他们哈，可以这样觉悟，可以解脱啊，所以四种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啊佛啊，他们是什么受者相？为什么叫受者相？啊，因为他们的受量啊，比我们一般凡夫啊要长太多了，啊，大致上哈，要从这个相上解脱出来啊。第三种解脱叫做无愿解脱。哎，我们会学佛啊，我们都是抱着一种解脱的目标、解脱的意愿。我们会度众生，也是啊，抱着要怎么样利益众生的这种意念。或者这种意愿啊，来这样做啊，连这种愿望都没有啊，也不是说没有这个愿望，是说不执着这个愿望。我们虽然度众生，但是呢，我们不觉得众生被我们度啊，因为呢，事实上众生哈，是要靠自己的觉悟啊，啊，也不是我们真的度，但是呢，我们有啊，释放出那样的一个因缘，或制造那种。啊，他可以得解脱的因缘或者引导，但是最后能不能成就、能不能解脱，还是要看他众生自己啊。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个观念啊的存在，不要把这种度众生的这种观念啊看得太实际啊，否则它又变成一种执着，也要从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三种解脱啊，这个是啊第六地。啊，菩萨啊，观察十二因缘啊，要能够啊学习三种解脱。好，已经到了第六楼，楼房盖到第六楼，到第七楼很重要啊。哎，这个地名叫什么？远行地哦，远行地，远行啊，在这些祖师大德里面的
住宿里面怎么谈远行地啊？有一个祖师大德哈啊，他说远来远去，远来远去。什么叫远来？就是从初地哈一路学习哈，一路修行啊，已经到第七地，走得远不远？走得很远了啊，已经爬了七层楼哈，已经走得很远了。离我们的目标到了吗？还没有哦，后面还有八地、九地、十地，哈，也都还很艰难呢，哈，目标还远呢，哈，远来远去，但是它是一个很核心的啊，一个转折点，哈，第七地我们可以说它是转折点，第八地啊，它是一个转类点，啊，为什么它是转折点？哈，因为它开始远离世间跟二圣，世间就人天善法，二圣就是声闻缘觉。他们的有相有功用，啊，为什么有相有功用？有相就是说他有生死相，有涅槃相，有什么生死相就是众生相啦，涅槃相就是受者相啦，啊，他有烦恼有解脱啦，有生死有涅槃，他们有对立的观念，就有相，就没有办法做到啊无相，啊，到第六地才开始在学从相里面解脱，三解脱之一嘛，啊。所以，他开始远离了有相，啊，那有功用呢？要加功用行，啊，刚开始学很勇猛，但是呢，他还没有任运自然，啊，他是要用点力的，啊，那有相有功用，到了第七地开始有所转变，啊，有相开始变成无相。然后有功用要慢慢转成无功用，第七地再转，第八地才真的转过去，啊，所以第七地是哈，啊，是无相，但是有功用，到了第八地就是完全的无相也无功用，啊，因为它已经很自然而然，任运自然啊，所以第七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啊，在第七地要修十种方便慧。所以，啊，第七地对应的波罗蜜叫做方便波罗蜜，啊，在第六地有修这个空无相无愿三昧，或者叫做空无相无愿三解脱，修行成就叫解脱啦，啊，还没有修行圆满叫三昧，啊，空无相无愿这三个，第六地开始学，但是到了第七地才圆满，啊，所以呢，啊，第六地还是有相的，啊，他只是在尽量学习怎么无相，到了第七地才真的是无相，啊，慈悲不舍众生，虽诸佛法平等，而常乐的供养佛，虽入观空智门，而勤积福德，虽远离三界。庄严三界，有没有看到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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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他这个变成一个定型句，啊，那就是说他的无相是什么，我们虽知道、啊，诸佛平等，而且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从法性从佛性来讲，不但诸佛平等，佛跟众生也都平等的啊，既然佛跟众生平等，我们为什么要对佛这么恭敬？我们为什么要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哈，那就是说，透过我们五地的啊，所谓的二地融通，到了第六地的啊三种解脱啊，我们才可以知道所谓的诸法平等，从圣义地的角度，那所谓的。世俗地来讲，虽然心佛众生没有差别，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礼敬诸佛？为什么要称赞如来？因为佛就是已经成就了嘛，啊，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啊，我们对他恭敬嘛，啊，在佛性法性上我们是平等的，但是在果报上一点都不平等啊！佛在那里清净自在，我们在这里怎样轮回受苦？对不对？佛已经成就了，好，那我们在这里这样，大家
努力研讨佛法，努力修行，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啊！啊，虽入观空智门，而勤积福德。哎，有智慧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智慧就可以解脱啦？为什么还要勤积福德啊？啊，所以二圣啊，声闻缘觉，跟菩萨跟佛最大的差别，不是在智慧哦。智慧已经啊圆满都可以啊断烦恼了，差别很重要部分在于福德啊，因为菩萨跟佛他们会努力的去利益众生，这个过程中啊就会累积这个福德，累积功德啊，所以佛啊最后他成就的那个报身啊32相80种好，差别就在这里啊。好。虽远离三界而庄严三界啊，那就虽远离生死，但是呢在生死中度众生，这就很了不起啊，在境界上也高啊，在修行上也是高啊。所以菩萨于十地中皆能满足菩提分法。好，菩提分法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一组数字，有没有444 5578，加起来是37个，对不对？好，从哪里？从哪一地开始修？第四地开始修。好，第四地就开始修了啊。那他为什么说啊？于十地中皆能满足菩提分法哈、啊？也就是说，其实啊，37套品在每一地都有的啦啊。但是在第四地的菩萨，他是修行的重点，不是啊，不是。其他地没有，而是第四地特别注重。请注意这边有一句话在经文里面，然而第七地怎样最为殊胜，最为殊胜啊，那这又是什么道理？何以故啊？他经文自己就设问了啊，因为此第七地功用行满，得入智慧自在心故啊，因为啊整个37菩提分从第四地重点开始修，到了第七地才算圆满啊，所以第七地最为殊胜啊，是这个原因。好，我们接着看啊，八地啊，不动地啊，如如不动啊，有菩萨也叫做不动菩萨啊，不动如如不动啊，苏东坡有一句诗很有名哈，叫做八风吹不动，然后下一句呢，端坐紫金莲啊，结果佛印禅师跟他说一句什么啊，我不好意思说哈，在网络上不好意思，这是佛印禅师说的哈。好，不为所动叫不动啊，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端坐紫金莲啊？所以，哎，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八地菩萨的程度啊？好，八地菩萨哈，他的功德任运啊，注意这个任运这两个字，他很自然的啊，任运自在的哈啊，他的愿恼不再现行哦，他也没有哈这个所谓的他是无愿解脱啊，这种。度众生哈，开始要发大愿，要大慈悲啊，啊，要时时的提醒我们不能退转啊，啊，要时时的去利益众生啊，啊，到了八地，你不用提醒他了，八地菩萨，啊，他的愿恼不再现行，啊，那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啊，他度众生的愿那是很自然的，啊。不为名利所动和境风所诱，只有大愿度生哈、啊。菩萨至此位，无分别智相啊，相续任运，相用烦恼皆不为所动啊。所以叫做不动地。所以到了八地，他会不会再退转？不会退转。度众生的意愿啊，也不用再强调，也不会退转啊，不动。好，我们看经文有一个很好的譬喻哈，他说：“譬如沉船欲入大海，未至于海，啊，多用功力；若至于海，但随风去，不假人力。以至大海，一旦所行，啊，
比喻位置，其位置是色金百岁，亦不能及。在讲什么？他讲一个譬喻。古时候那个船叫做什么？帆船，有没有？好，那这个帆船从我们的港边 要到大海才有风嘛。好，那所以以前怎么样到大海？就开始有那个桨，有没有？大家看那个虽然是有风帆，对不对？没有风的时候，从那个船的两边是不是伸出两排的桨？好，那就有这种船工在船舱里这样卖力的划，卖力的划。好，先从港边岸边划到大海，划到大海以后就这样碰到风了，碰到风把帆就升起来，那还不要人去划，不用划，而且呢不划它走的比用人划是快还慢，还要快，还要快，因为顺那个风嘛。那没有那个风的时候，那我们就只好靠力气，靠力气。所以呢，色金百岁亦不能及了一比一百岁，佛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积极广大善根之良，乘大圣船到菩萨的行海，于一念顷以无功用智这个无功用智就是吹动风帆的这个风它可以入一切自智境界，一切自智谁的境界？是谁的智慧？是佛的境界，佛的智慧一切智，一切智是佛佛的智慧叫一切自智可以到这个境界本有功用行，经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解所不能及啊！你如果是在加工用行的，靠这个人力去划船那个很慢很费力所以呢要用最后要用无功用智靠这个风力，很自然而然的他就可以再来得到这个佛的智慧菩萨住此地，得善住身心力，一切烦恼不行故；得善住身心力，不离于道故；得善住大悲力，不舍利益众生故，救护一切世间故。好，我们要做这个菩萨事业要能够利益众生，救护一切世间要靠什么？要靠身心圣心要靠这个大慈悲心但是呢，这些心产生的力量注意都有一个叫做善助，善助，善助没有错，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发挥出来，但是这个力量不是这种它是一种任运自然的无功用智的力量，善助要能够很善巧的安住在这个力量上不是出那个蛮力，不是出那个死力气要很自然而然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不为烦恼相用所动，这才叫做八地不动地不动地否则我们就是像那个当时苏东坡夸下这个海口但是这个劲风一吹起来很容易我们就被吹倒吹垮所以要做到这个无功用智无功用智。第九地叫做善慧地善慧。好，第九地菩萨他就接着第八地，已经开始说无相无功用了他自证无功用行那为他说法也不带功用自然而然就有这种清净法力可以守护佛法，他可以用纯善智慧来开示众生，纯善的智慧，所以叫善慧。菩萨至此地成就微妙，有所谓的四无碍辩或四无碍智，普遍十方善说法门，叫做善慧地。好，我们先解释为什么第九地叫善慧地。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讲一句话，八地是一个转捩点七地是一个转折点。好，那为什么八地是一个转捩点？八地的菩萨除了这个无功用智以外七地
开始有所谓的无生法忍。各位听过无生法忍吗？哈，到了八地就圆满无生法忍，就是无上的上上的无生法忍啊，最上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有什么样的特别？它可以证入实际，它可以证入灭尽定，相当于怎样？相当于啊，声闻道里面的阿罗汉入涅槃。好，那如果我们在菩萨道啊，一路这样子的学习，一路这样子勤苦的度化众生啊，不知道会不会累哈？有时候会觉得累，啊，那有时候不会。所以到第八地，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发展出很自然的无功用智啊，我们还有退转的可能。那时候我们就可能选择这样证入实际，证入灭尽定，就跟阿罗汉一样。好，所以从第八地能够再增上到第九地，代表他哈已经选择不证入涅槃，不证入灭尽定。好，就开始要来弘法了。好，所以它是有一个转捩点，转捩的地方。好，用什么来弘扬佛法？用纯善智慧。好，那这一种，我们看一下经典啊，《华严经》怎么说？菩萨住此善慧地，哈，开始做大法师，具法师行。啊，他开始愿意这样弘化，愿意弘传佛法，善能守护如来藏，啊，就是啊，如来佛陀的这个经藏，以无量善巧智起事无碍变，用菩萨言辞而言说法，菩萨勤加精进力，啊，复获功德转增胜，闻此而所诸法门。如地能持一切种，啊，这个一切种啊，啊，它也是个譬喻，好像我们哈，啊，把种子啊种在地上，它会不会发芽？会，啊，所有的种子都会哦，啊，它也不会挑，啊，那这个第九地的菩萨啊，他就愿意开始去弘法利生，啊，有些菩萨在修行。他自己修得很好，啊，他也有能力去影响引导人，啊，但是呢，要去做教化，还有那个啊讲法的这个工作，啊，有些菩萨不愿意，啊，那第九地的菩萨，啊，从第八地过来，啊，他就已经哈，啊，很确定他的意乐，确定他的意愿，就是要弘法度生。啊，所以他就会增上到第九地来，啊，再运用他的纯善智慧来为众生说法，为众生开示。这种纯善智慧，啊啊，要有四种能力基础，叫做四无碍解或四无碍变，啊，就是这四个，啊，第一个要法无碍，因为你要解说，啊，那你当然要对佛陀的教法或者是经教里面要能够啊理解啊，而且没有障碍才行哈，啊。那包括你要学什么名句啊，名句文啊，名句就是名词啊、名相啦 啊句子啦、啊、文意啦 啊名句文能全之教法啊，名为法；于教法无智，名为法无碍。首先你要通达啊这个义理啊，那你必须要没有障碍，法无碍，啊，对这个所谓的佛法的这个，包括它的专有名词啊，我们佛法里面很多专有名词，很多名相啊，还有很多句子，它在人家讲什么啊？那我们必须要了解。首先你要掌握这个文字嘛，啊，那像我们汉传佛教啊，大家都读那个经文啊，不知道读起来什么感觉哈，啊，读起来朗朗上口。读起来很殊胜，对不对？啊，但是有时候他用什么记载？用的是古汉文记载，啊，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觉得，哎，好像不是很能够掌握啊他的句意、他的名相的意思，啊，那这怎么办？啊，那就是要
勤读勤学，啊，先把这个古汉文的能力掌握了，好，那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汉传佛教的经藏就容易，啊，好，第二个，从这个名相再继续进一步要了解它的意涵义理，义无碍，要知教法所全之义理而无智，啊，没有这个智碍，啊，这叫义无碍，啊，所以名相文字，啊，必须先掌握，再来就是要了解它的义理，啊，这些名词这些名相讲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道理，啊，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词无碍，啊，就是了解以后还要怎样思维消化以后还再把它表达出来，用什么表达，用语言用文字表达出来，啊，这就是词无碍，啊，于诸方言辞通达自在，啊，此外，好，好，文字名相也懂了，啊，义理也懂了，也可以表达，但是我不高兴说，啊，我 不想说，怎么办？那就没办法说，对不对？所以，啊，第四个要乐说无碍，通达了解还愿意说，啊，这四个，啊，叫辩说无碍，啊，就叫乐说无碍。啊，所以第九地菩萨就是要具备这样，具备这样子，啊，就可以开始为众生开示佛法。好，好，那我们已经到，啊，最顶层了，第十层，第十层楼了，啊，十地的菩萨，啊，他已经可以说真正的法王子，法王子，啊，那我们学佛，啊，我们叫 佛子或叫佛弟子，啊，那真正，啊，佛法，啊，佛法的王子，王子是什么？继承王位的，啊，真正能继承王位的，他，啊，到十地的菩萨，法云地的菩萨，啊，那这种叫做补处菩萨，补处，啊，补充的补，什么叫补处菩萨？啊，补谁的位置？补佛的位置，补佛位。叫做补处菩萨，也就是，啊，他接着要成佛的意思啦，哦，就快成佛了，哦，那十地的菩萨，哦，有这种大智慧大神通大慈悲，哦，用什么来比喻？好像，哦，这种云一样，哦，好像这种大法云一样，因为云里面有很多的水分，这水分的聚集适当的时候它就可以这样润泽大地，啊，可以滋润众生，啊，那他有具足的无量功德，啊啊，无量充满法身，好像这个云，啊，聚集一样，所以第十地叫做法云地，啊，那我们看华严经怎么介绍，一切诸佛所有智慧广大无比，此地菩萨皆能得入，啊，那我们从初地开始一路学学佛的教法，学佛的智慧，学佛的功德，啊，到十地，啊，已经快要圆满了。对佛的智慧，虽然它很广大、很深广、啊，很深奥，但是呢，啊，已经都能够进入了，啊，只差，啊，最后圆满而已。又云：于彼依诸佛所有法门、法照、法语、三世法藏，怎样能安、能受、能摄、能持？不但能够理解哦。不但能够安住哦，能够堪受、堪忍，能够接受，啊，而且可以摄持，也就是他可以照着佛所教的，他真的去实行，啊，而且呢，真的去受持，真的去修行，啊，所以这个叫做法云地，啊，这是已经最高了，啊，最后就是等着补处成佛，啊，补佛位。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十地所对照的是修十度。啊，前六度、前六地我们比较常听，那后面，啊，还有四度。好，这个十度，啊，在，经论上，啊，哎，他会提出各有三个重点，就是三种殊胜行门，啊，叫十度三行。好，我们做一个表格来对照一下。好，首先我们初地，啊，我们初地，讲的是，啊，谈布施波罗蜜嘛，啊，那布施怎么实行？啊，布施有三种，叫什么？财施、
法师跟无畏师，无畏师啊。好，那我们可以布施众生财物，也可以用佛法来布施众生啊。那众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需要，就是不会恐惧害怕啊，就是要布施无畏啊。我们跟娑婆世界啊有缘的这些菩萨里面，有一位菩萨，他就专门啊布施众生，远离怖畏。大家猜看是哪一位？观世音菩萨啊，他是修这个无畏师。如果大家去看《法华经》的普门品啊，还有这个《楞严经》啊，《耳根圆通章》啊，观世音菩萨啊，他的修学过程啊，他的成就过程啊，主要就是在施众生无畏啊，这也是他修行的能力跟成果。好，这是初地修的布施三行，财施、法施跟无畏施。二地的持戒啊，持戒有三种啊，叫做三聚境界，包括什么？色律仪啊，色善法啊，饶益有情啊，这三个哈、啊，这个比较文言一点，比较专有名词一些啊。我们口语的讲就是色律仪戒就是断恶，色善法戒是修善。饶益有情戒叫度众生，三个啊，断恶修善度众生，叫做三聚境界啊。第三度啊，也就是第三地的菩萨要学的这个忍度，或者啊忍辱波罗蜜啊，有三种忍辱。第一种耐怨恨的忍辱，耐怨害啊，如别人的那个。啊，所以怨憎会爱别离哈，别人的这种这种怨念呐、啊，别人的憎恨呐 啊，那虽然啊加诸于我们，我们要不要这样？我们要不要反报？我们要不要报复？不报复啊，我们把安忍下来啊。第二种忍叫做安受苦忍啊，我们知道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就是惑业苦。啊，他的这种果报就是苦啊，有三苦八苦啊，那这些苦怎么办啊？我们要能够安忍哦啊，为什么？二圣声闻缘觉他们就是要赶快离开这个苦，入涅槃。但是呢，菩萨他是要在三界六道里面度众生，他留祸润生，所以他也有这个苦报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安忍啊，我们就会跟二圣一样赶快求解脱啊，不愿意在三界六道来度众生啊。所以第二种叫安受苦忍，第三叫做地察法忍啊，法忍啊，地察法忍啊，到了七地八地就是无生法忍啊啊，这种法的生灭不生不灭啊，能够彻底的了解，叫地察法忍啊，那就是升起一种智慧哦、所以忍辱也可以升起智慧，布施有智慧，持戒有没有智慧？有，忍辱也有智慧、哦、好，再来第四地，第四地、哦、所谓的精进，精进有三种。第一种、啊、披甲精进。什么叫披甲精进、啊、古时候那个如果要作战是不是要带那个铠甲，现在就是带着钢盔往前冲了哈。哦好，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都很勇猛哦，披甲精进啊、哦。第二个叫做色善精进啊，它是在修方便行啊，能够呢进去无上菩提啊，它是能够追求善法，追求觉悟。第三个利乐精进，要能够啊利益众生啊，而且要利乐哦啊，让众生得快乐，自己要得快乐啊。好，那我们看什么是精进。里面要摄善，要利乐、啊、如果我今天作奸犯科很努力每天做，算不算精进？不算哦，要在善法上才算精进哦、啊啊、这个、啊、披甲精进，摄善精进，利乐精进、啊、第五地、啊、修行的是禅定波罗蜜、啊、禅定又叫做静虑、啊、除了镇定以外，他能够安静的思虑，安静的思虑，禅定可以增上智慧，啊，所以，哎，禅定里也有智慧的哈、啊，所以第一个要安住，
啊，安住静虑啊，像我们打坐，我们修行，我们念佛，首先你要能够怎样静得下来，你能够安住在这个法门方法上，啊，再来引发静虑，啊，就开始增上智慧，产生智慧，啊，第三个办事静虑，啊，那就是开始可以，啊，用这个禅定力发展事无量心无神通利益众生，啊，好，第六地的般若度，啊，般若度它有三种智慧，身空无分别跟法空无分别，啊，这两个成对一组，所以身空，啊，就是没有人我执，啊，不要执着，啊，有 我这个人，啊，然后法空就是没有人法执，啊，就断人我执跟，啊，法我执这两个，啊，断人我执，啊，可以照了熟地，断法我执可以照了真地，啊，那这个，啊，还是个别的，啊，像第五地菩萨他开始，啊，体会了世俗地，体会了生意地，但是，啊，这还不够哦，最重点，哦，要融通，啊，那这个融通叫具空无分别，啊，是超前二空悉皆平等，啊，真地即是熟地，熟地即是真地，啊，所以才叫性空即缘起，缘起即性空，也就是我们心经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就是，啊，空的智慧。好，最后还有四个，啊，方便度、啊，方便度，啊，所以第七地要修的是方便波罗蜜，啊，是一种善巧度众生的善巧的方法，啊，进去果相方便，啊，我们要修各种功德，啊，那我们回向佛果，啊，把这功德，啊啊，聚焦在哪里，聚焦到，啊，这个成就 佛道成就佛果，啊，进去果相，啊，第二个巧慧有无，啊，那就是接着般若波罗蜜的，啊，二地融通，啊，要能够善巧运用，啊，前面学的五地学的世间智，六地学的二地融通，到七地你要拿来用啊，方便的运用，而且要善巧，要用得很好，用得很熟，啊，这才叫方便。好，这里方便不是随便，哦，不是，啊，拿了一大堆混杂在一起，不是，就是说你运用得很巧妙，运用得很适当，这样叫做方便，啊，不舍不受，啊，了达能所皆空，哦，没有对立 关系。我们前面学的布施，学的持戒，啊，布施没有布施的对象，没有布施的那个人，也没有布施的物品。我们持戒也是，啊，没有持戒的戒相，啊啊，也没有持戒的人，啊，那个才能够，啊，达到这种不舍不受，啊，那才会可以做到从空，啊，无相无愿解脱出来。空无相无愿不是不好，那都是法善法，但是我们也不要有，啊，我现在在行善法的观念，啊，那就变成是，啊，有功用行，有相有功用，啊，那就没有办法到后面八地，啊，八地叫做愿度 三行，啊，他这时候的愿是一种很自然的大愿，很自然的，啊，慈悲愿或菩提愿，啊，第一个求菩提愿，啊，自求佛果，啊，然后呢这是对自己的利益，对众生的利益是利乐他愿，啊，就是下化众生，啊，所以整个，所谓的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也是求菩提愿跟利乐他愿，啊，然后呢还愿意，啊，度化一切的友情，叫做化外愿。好，这种愿，啊，哎，不是很强迫的，他已经跟他已经这样跟八地菩萨是一体的，他是自然的，啊，你叫他不做他也做不到了，啊，你也不用去提醒他，对他是自然而然，任运自然，啊，第九，啊，叫做力度三行，啊，好，那我们前面学了这么多的智慧，学了这么多的，啊，所谓的福德，啊，我们学这个智慧，啊啊，会给我们得到所谓的，啊，叫做实质真实的智慧，我们度化众生的过程会让我们学的一种全智，
就是善巧方便的智慧，都在前七地里面学的，前第八地学的，到了第九地，他就开始这样，要把它转变成去跟众生来弘化，开始说法。于是呢，他就要运用他的思考师哲力，那也不能是光用这个师哲也不是只有解门，还有行门的修行修习力然后甚至从这个四禅八定四无量行发展变化力，就是神通力。在早期佛陀的时代他很不愿意让佛弟子来怎么样显神通因为显神通有它的好处，但是副作用也很大就容易显易惑众那结果我们大圣菩萨道从那个第三地就开启四禅八定五神通，为什么可以在第三地的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在学四禅八地发展到五神通，它的目的很重要，是为了要度化众生，要有这个前提，特别是在度化外道众生因为很多外道他有神通力你的能力跟他不能匹配，他不会听我们的所以他要有一定的神通的能力，叫变化力。好，最后第十地叫无相智受用法乐智成修有情智好，这个无相智也是从第六地里面的空无愿无相发展来的它可以达观性智空再来第二种叫做受用法乐智正一切种智恒智受用，这一切种智就是佛智就是结果我们度众生结果自己受用法乐好，然后呢还要度化众生，也会有成熟有情智可以教化饶益一切众生 成熟道果好，我们从十地来看十度，就是十波罗蜜然后我们详细了解它每一种都还有三种，讲得更详细好，在华严经在讲这个十地的修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譬如炼金我们俗话有一句话叫做真金怎样不怕火炼，这个菩萨十地就是这样炼成的，就跟我们在炼金一样，欢喜地他说譬如金是善巧炼金，速速入火这个金要炼的时候把那个金的金矿原矿这样要加热把那个金融化出来那它金融化以后它就会凝结在一起，就会越来越纯粹转转明镜调柔成就好，第二地的时候再把这个金放这个凡石中干嘛让把它杂质再把它去除到了第三地称量不减是什么呢，就是它很纯粹我们现在那个金的成分如果很充足叫做什么，有没有听过999足金，有没有，没有100但是那个999已经表示非常的纯金很纯了，就是称量不减没有给你偷工减料的它那个成分是很足够的第四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金本来可能炼成金块金砖那就是那个四四方方的那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什么，做成装饰品叫庄严具各种庄严具哇，那是不是比金块和那个金条要更为庄严这是第四地所以它一直在越来越庄严越来越纯粹到了第五地用砗磲磨银你把它庄严做好，那它表面有点粗糙对不对，就不会亮，再用那个砗磲贝去磨它砗磲贝它本身就是宝石的一种砗磲贝然后呢到了第六地用更细的琉璃这个譬琉璃就用石英这种琉璃宝去磨它更细更明净然后呢第七地
与众妙宝建错庄严。它除了金，我们看过那个金的装饰品，金戒指有没有看？上面还可以镶宝石，有没有？哇，那是不是更精彩、更为庄严？哈、哦，到了第八地不动地哈、哦，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宝冠，谁的宝冠？阎浮提哈、哦、圣王啊。哦我们有四大部洲，四大部洲的那个阎浮提王给他做那个国王的宝冠，哇，更庄严殊胜、啊、到了第九地、啊、把这个宝冠哈、啊，哎，转人圣王。刚才那个是统领一部洲，这是统领四大部洲的转人圣王，更为高贵、啊、然后呢，到了第十地、啊、更庄严，庄严到什么？当作什么？不只是宝冠啦、啊哦、可能各种的什么大摩尼宝监设其间、啊、让那个自在王、啊、能够福带、哦、更棒的、啊、自在天王，自在天王的、啊、因为自在天、哦、是、在经教上常常讲自在天的庄严、啊、跟什么比？跟极乐世界的庄严在比、啊、所以你看那个、嗯、自在天王，他当然他的装饰具非常非常的殊胜。好, 好，那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把我们大家手上这个金块好好的锤炼锤炼，好好的把它磨净，越纯粹越明净、到最后、把它做成装饰、这个是非常棒的譬喻。好，在实地的修行里面哈、哦，还有一位菩萨啊、他的这个行动力啊、行动力啊、非常的殊胜，就是这个普贤菩萨啊。那他有所谓的十大愿行啊。那我们会把这一部分的讲义结合到下周啊，我们把下周哈、啊，我们下周啊所谈的啊，在现代的世界、现代的社会，怎么去修行这个实地啊，怎么去修行华严的法门？那普贤菩萨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跟典范啊。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一个菩萨像，他骑的是什么象？这个象哈、啊，什么颜色？白色。那、啊、你们注意看，他象牙有几只？六只哈、啊，六只象牙啊，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六度万行。啊、所以他六个白牙、啊、那普贤菩萨、啊、他左手结施愿印附坐在这个六牙白象上。哎，为什么他要做六牙 白象、哦、那个象、啊、如果他在行动的，谁敢挡他？有没有人敢挡他？他那么庞大、啊、又那么重、啊、所以他可以摧毁一切的障碍，可以扫除一切障碍啊、所以我们在行菩萨道要跟那个、啊、大象一样、啊、而且呢，那个大象那个脚又厚又重，每一步怎样很踏实，很踏实、啊、所以哎，这个华严经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啊、不只是修行的、啊、准则，同时一个很好的譬喻跟文学作品、啊、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华严啊海藏世界里面、啊、一起、啊、来努力精进、啊、学很多菩萨的榜样、啊、来利益众生、啊、一直到成佛、啊、可能不用三大阿僧祇劫、啊、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要祝大家早日修行成就，早日成佛、啊、那我们今天就研讨到此，谢谢各位的参与、啊、阿弥陀佛。